这是复兴广播电台，在每礼拜五暗时翻点正到翻点一点，由沈浩恩为你制作主持的社区梦想家。下面要进行的第二单元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咱今天去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单元，因为咱上礼拜有邀请我请陈洋洋到节目当中来讲到伊踏入歌界这个过程，唱到天伦梦这条歌，但是吼，咱今仔日所邀请的来宾吼，就是这条天伦梦作词作曲的作曲者李志忠李老师，到节目当中吼，来甲咱开一下讲吼。伊年岁真济哦，但是吼不服输吼，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李老师今年七十岁，啊，但是吼，伊做着甲足济人无同款的工课，就是伊咧做作词作曲。虽然年岁真济吼，不过伊是开创伊人生的另外一春啊！咱先来邀请咱今日来宾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李老师，天伦梦做这条歌吼，啊，你有得到入围奖吼，啊，你唔知当时收到这个奖项时，你有啥物感想啊？这个入围奖吼，我家己妈呢想都唔敢想了，对啦吼。当初是去参加比赛，哦，旺旺集团哦，伫电视啦。啊，是电台啦，大肆广告就对了，逐天都给你造出来，哦，我总奖金偌济吼，我讲一定足多人参加的啦。啊，不过吼，那你讲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啦吼，啊，无试者，你嘛嘛唔甘愿咧，啊，我来个试看卖啦。当然咧，天伦梦，甲尾后我所了解吼，参加的创作曲吼，唔是歌曲，是创作曲吼，一万一千外首就对了哈，哇，你哦，真多呢。啊，参加的国家吼，有十六个国家啦，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吼、新加坡、韩国拢有就对了。你好，真幸运啦哈，啊，会使入围，我讲入围就是种光荣啦，是种鼓励啦吼，嘛是一种肯定啦，应该是肯定啦。所以讲咧吼，我甲这个入围奖这奖状放伫公司上明显的所在啦。有当下来，咁心情低落下，看看，哎呦，那么是有受人肯定咧。啊，这肯定是一个真大的肯定吼。是。啊，咱做的歌嘛有人听咧吼。我讲，哎、欸，你要做到几岁才休困咯？我讲无啦，那有一个人听，我就继续做啦。只要有一个听众啊，我就继续做。安尼啊。哎、欸，啊，李老师，你是从事什么工作？你那想要钻进音乐这条路？我个人是一个贸易商，吼，我的营业主地吼是米西啦，米西，啊，我来按世界各个国家吼，尤其是印度，啊，巴基斯坦，还是越南，还是秘鲁，吼，哦，还是印尼，进口来台湾，再过来卖就对啦。啊，一晃眼嘛，三十多年下来，吼，安尼啊，在超过两年前，我家迄段来段时间啊啦，我讲想想，哎。我都自细汉对这音乐都真趣味，但是你经营事业时阵吼，不敢心有旁骛了，对啦。哦，你规心咧经营啊，你安尼有当下感觉讲时间无够啊，啊，你规拨音乐吼，我唔敢安尼做咯。我甲公司经营好，这是在迄个时阵咧最大的目标。是，我唔过我伫五年前讲，我毅然决然哦，我要退下来，哦，甲公司交互阮后生来烦恼。啊，我退下来。是百分之百退啦，唔、哦、是讲有人讲啊，嗰啲垂帘听政哦，哦，咧要指导者，要指导者，因为阮这个行业咧吼，你若要插就总插啦，啊无插你总卖插，啊插上加插一半，你的时效上啦吼，啊是讲你的认知上有的时候发生错误判断啦，所以我就全然退下，啊退下了，我就去学萨克斯风啦吼。哦，你去学萨克斯风，学萨克斯风啊！因缘际会嘛，做了一个天韵志工乐团啦吼。谁要学志工？我这志工是我一向的愿望了，对啦吼。这社会对我来真好嘞，吼啊！我今仔能够有这个场面，嘛是社会一个人来给人支持吼。啊，我过去按社会得到足侪支持，那我今仔有小可能力。我应该是对这社会哦爱奉献，这是我爱做的工课啦。哦，所以我就负责志工啊，对。哦，我就是要做志工。哦，所以我常常在医院啊、老人院啊、精神病院去演奏，还是讲在车站这种公益的，来完成我自细汉的愿望啦。哦，啊，我嘛有一个未来家己勉励自己啊，我过来做两个队员吼。嘿，就是讲。
天地无私哈，人间有爱，天地无私嘞，人间有爱，哦，而且足简单对嘞，啊，这是我一个心里的感受啦。咱这个社会事实是足可爱啦，无想着讲哦，电视播一天打打杀杀哈，啊，大家现实甲要死，我唔是安尼，我所了解范围吼。哦，足侪人伫咱社会各个角落吼，啊，各个地点啊，应当默默地付出啦。啊，所以我就是要做这个工课。啊，做这个工课呢，像西洋人咧讲啊，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啦。你送人一朵玫瑰花，啊，你手毛香呢？是。哦，啊，这就是我要做工课。咱啊佛教的讲法是讲，我冇回向的幸福就对啦。我都今天来做这个嘛是好代志嘞吼。啊，我也会想到回向的幸福。啊，这是我要做的工课啦。诶，做这個天伦梦这条歌，主席是吼，我老母都过身两三年，事实上我也真怀念我老母啦吼。啊，但是咱整个社会氛围吼，不容许一个查甫讲哦，我做思念我老母啦，安怎啦吼？啊，讲讲诶，这再用笑嘞吼。啊，我只好搞我的思念。用我的歌，那个歌词，安尼个表现出来吼、所以说这条歌原始的动机吼、是安家来的对老母的思念啊，对老母的一种感恩了，对啦。这是天伦梦的由来。啊，那含洋洋呢？啊，这真的是缘分啦吼。嘿，我有熟啦，啊，不过配合的几个事实是无济。啊，不过我做这条时阵吼，因为对洋洋我有对他呢默默的观察吼。嘿，因为你做这条歌了。嘛是爱四处去演奏啦、演唱吼、我也观察过作者歌星啦，是吼，十个超高的歌星吼，你若叫伊录音室唱吼，嚯，大家都出高潮了吼。啊，若去叫伊唱现场，大家惊。啊，我样样即点我还能斗病。伊定唱现场吼，啊，讲一下唱开行人来疯呢，啊，人济伊煞唱得特别有劲呢。安尼好。吼、啊，所以讲我讲，这条歌应该叫伊来唱呢吼。啊，所以马上还没联络啦吼。啊，迄当阵事实是因公公嘛是也是讲身体无好啊。身体无好。我讲无要紧啦吼，不然那够一个月时间吼。啊，你先练得好吼，啊，咱那进录音室吼，头甲尾吼，每两点钟就对啦。就好啊，对不对？啊，结果有人要创纪录呢哦。嘿，诶，录音室的人讲的啦。嘿，一般几首歌进录音室吼，叫你唱十次左右。嘿，有的甚至于吼更多次。啊，杨洋呢破坏录音室的记录五届啊，啊五届，哎，录音室的给剪接起来呢，我感觉讲哦，我实在是真厉害了，对啦。啊，李老师，天伦梦内底吼，你的歌内底有讲到讲，我用国语讲啦吼，回忆儿时。缠绕期盼，这东西你细汉时的经验嘛，你存在伫你的记忆内底。最早期对老母的最早期印象，做囡仔嘞吼，啊，拢话围伫遐啦吼，啊，扭着伊的裙吼，啊，当去菜市啊，要扭手，当个细汉扭袂着嘞，啊，拢嘛扭裙，啊，扭裙啊，啊，他妈踅去，所以讲我这印象足深，所以那个下载。回忆儿时啊，常绕膝旁。事实上，常拉着他的裙子。哦，所以这句话是由这个画上来的对了啦吼。啊，内底佫有恩情难忘，我心思量吼，任劳任怨不求回偿。这个讲的是天下母亲啦，爸母啦。天下母亲拢安尼，啊，我老母佫特别更值得钦佩啦吼。大概母亲拢是任劳任怨啦，啊，不过我有一个有较一个较特色啦，因为阮老爸有较早过身，所以他也承载吼更大的压力啦。是啊，妈妈讲还艰苦嘞，哦，啊，伊就安尼做，咱妈讲哦，我后摆做事业嘛安尼吼，欢喜做，啊，就甘愿收啦，吼，哦，唔还艰苦，啊，这我嘛该用这文词啊来表达安尼个。来第个梦中重逢，朱雄无用，敢讲。阿爸伫梦中定定，我老母甲现在嘛安尼咧，安尼哦，我拢唔嘛讲定当咧啦，当咧咧想离谱，当真当真，哦，梦中，啊，都你见老母都伊都往生啊咧，啊，你若敢那讲伫梦中会使去梦到伊咧，哦，梦中重逢哦，啊，做慈祥模样，是，一幕吼定出现，啊，不过你做梦会醒咧，梦醒以后你在何方？啊，那人醒起来，老婆啊，都嘛，迄个看袂着啊。哦，这拢是你内心的一个抒发了滴啊。你讲你的感觉吼，梦醒时阵
妈妈已经无伫身躯边啊。就我嘛甲即周遭朋友讲啊吼，尤其老母阿弟吼，大家爱趁即时间吼，你就陪伊啦，含开讲啦吼，哇，都多陪他吼。我想是爱做的工课啦，这是我个人这种思想。所以这条歌哈，李老师最主要的是要来教导咱听众朋友吼，爱会及时来孝顺父母哈，唔好等父母已经离开啊，再来感觉讲哇，那我做了太少嘞哈，是安尼嘛哈。尤其吼，啊，搁一句话啦吼，妈妈滴的时候，这句我唔捌讲过啊，妈妈我爱你，啊，我十波人讲未出来，讲未出来，你做些人拢讲未出来，实在是我讲未出来啦。啊，咱可能要做啦，不要讲。哦，伊那要食饭，那个带一个吼，啊，无就讲拣一个菜，啊，就是讲去外口吼，啊，较好食的吼，买一个吼，可以食一下呢。啊，伊啊，老大人话你讲，啊，莫那浪费啦。啊，心内嘛足爽，足欢喜，足欢喜啦。啊，不要这吼，啊，我食无遐这个，无紧啦，你食无遐这，我替你食啦。大概这是，我在我身边哦，这样发生的很贵，老大人拢足欠的。对对对，啊，你也没想较好哦，可以啦吼。啊，无采钱哦，先给你点一下吼。啊，属实一心的嘛，真欢喜啊，真欢喜。做一人拢是共款这精神啦。安尼吼，啊，李老师，你除了做天文网以外，你阁有做过其他歌无？有，我阁含杨洋配合了天文网了吼。哦，感觉讲安尼很受到大家肯定啦吼。我来去演唱。不管老是背啊，像说，吼，因拢会对阮唱呢，安尼哦，哎，我阿姨话咧，台湾头才到台湾尾咧，哦，莫话牙签嘛，去个唱呢，啊，我想讲吼，一个歌手啦吼，你一定要有家己的歌，是，咱讲就像黄安吼，嘿，伊敢一首歌呢，对啊，你有唱蝴蝶梦，伊有唱《千鸟蝴蝶梦》啊，一首呢，是，哦，啊，不过最好两三首，你哎一定要家己的歌啦，你讲啊。后摆人咧想到咧讲，哇，这条就是某某人唱的咧。对对对、啊，听到歌就会想到人啦、啊。啊，所以讲，我想讲，哎、欸，阿母，你当阵我若有需要啦吼，我去做一条《咩啊真古锥》啦吼。啊，《咩啊真古锥》的创作的来源是呢？因为过去我有一个十伯孙吼。但这个李老师，安尼是不是吼？咱听众朋友无法度感受这条歌的内容，我是不是会当请你将《咩啊真古锥》吼？诶，歌词，咱先念一解好不好？好，刚好咱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哈。这是吼，为了阮祖孙做哟，伊就导祭啦哈。啊，要送个礼物嘞哈。啊，我不如送一首歌吼，啊，拍成影片啦。安尼啊，嘛真正去录音室录的哦。安尼啊，我只能念一。这是上好的礼物。诶，咩啊，真古锥啊哈，白白个肥肥啊。诶，囡仔来肥仔好看嘞。好看，对对对。咩啊，真古锥，白白个肥肥啊。啊，迄当当地有行路嘞哈。走路噗噗颠，亲像阿母地啦。啊，这阿母就了阿母行行嘞。安尼咯，系系。李老师观察一位呢。啊，第二段是咩啊？真古锥吼，皮肤幼咪咪，哇，都囡仔咯，早囡仔。啊，我对希望是啥呢？梦里点点大。变成灰一类啊！我咱祖孙呢，啊，你著点点啊大吼，我大来变成灰一类，啊，即我对你最大愿望啊！吼，哦，啊，过来，咱足听祖孙的呢吼，啊，来讲，惊你受风寒吼，啊，甲你揽身边啦，啊，我足惊你受风寒，我若有当风大声，我揽发身边的，惊你受风寒，甲你揽身边啦，惊你过头热，甲你会开心啊！哦，你也想我，家你会开心的吼。哦，这做阿公的唯一的责任就是爱溺爱咱的孙啦。囝吼，我较早带囝，无啥感觉，啊，带孙感觉较侪。带孙的唯一的溺爱呀。好重要。嗯，阿乖，咩啊，真古锥啊，皮肤幼咪咪，梦里点点大，变成灰一类。啊，这首歌呢，我那符合我家己做歌曲的原则啦。第一个简单，啊，第二个。音律足低足少的，哇！啊，当然咱杨洋吼，佮加一挂口碑吼，啊，佮较好啦吼。安尼啊，好，我念一条你听啊吼，伊个前奏口碑吼，音乐落来那个咩啊，来来来，伫遮伫遮，啊，伊在咧学琴吼，啊，咧浮浮灯，咩啊，来来来，伫遮伫遮，啊，前奏的口碑吼，伊在学琴路咧，咩啊，小心哦，慢慢啊行哦。而且也是咱对孙的爱护的表现哈。
嗯，啊，过来伊就好啊，咩啊，就行啊，就袂歹行到咱家咧，啊，咱就较学落者。嘿，哇，咩啊，真古锥，甲你拍扑克哦。嘿，哦，这是这破牌吼，是陈洋洋这歌手家。安尼啊，我感觉这是拢临时加当初。无，要录音的时阵吼，伊家己踮厝内先甲加落，我讲，哎呦，好好哦，好哦。安尼啊，安尼加落吼，这条歌吼变成骨较活，骨较人性化了，对啦，非常的自然，啊，天真吼，伫正式的。你录音室的时候，我也有加加，我阿加哦，感觉安尼足好就对啦。啊，我做这了吼，我真正嘛不爱让囝仔咧，是啊，生日迄天才提出来哦，要让惊喜的对啊，对对，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对啦。哦，我无甲讲啊，啊，我讲迄天哦，你切蛋糕吼，我讲阿公哦，今天嘛无什么大礼物啦吼，啊，无人有讲我送一个破链啦，啊，送一个玩具啦吼，阿公就送你一首歌，哦，一首歌阿你这阿当年的放好听，哎，哦，感觉伊也真感动啦，啊，我嘛真感动啊，对啦，能够为这孙女做这吼，我感觉是我一生的光荣啦吼，这首歌呢。嗯，是洋洋的哈，人讲你做一个歌星，总是你要有些力气啦哈，你要几首歌，哇，你头带来唱《天伦梦》，哦，这个较老的，较少年嘛，因为囡仔嘛，轻快啦，嗯，有啦，啊，过来吼，我嘛够第三首呢，风中的飞啦，这是风中的飞，风中啊，未正式完成哈，这是我的等你筹划当中。哦，原来是要陈洋洋唱啊，对对对，哎，风中的飞，因为一首歌的完成哈，事实上。有当时啊，各行来配合，拢一直修改，一直修改，修改吼，啊修改甲顺来吼，安尼就对了。所以讲，到目前啊还没有编曲，还没有编曲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讲，咱就力求尽善尽美，阿妈到处讲请教，阿无你唱看嘛，你有家有啥，你有啥意见无？我来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呢。安尼好，我做曲嘛是爱安尼啊，大家的意见，如果十个拢安尼讲。我嘛是要符合大家建议的咧吼，我相信在陈洋洋的阮的配合之下吼，我们第三首歌也将要出现。啊，第三首歌啊，我对于五芒啊真大，对，他做天门芒是唱好些较老一辈听，啊，咩啊真古锥唱好些少年的，啊，这风中的配啊，差较。经营中间，诶，针对超二十岁，然后，结果在天文网大概针对六十岁，安尼好，阿妹啊，经过对针对，诶，那些二三十岁还有囡仔只，啊，这是设定的年龄层较长。因为这首歌要不要发表嘛，哈，嗯，阿未，唔知敢方便咱来讲歌词。我记，我记，我记了，安尼，我念一下。好，咱互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歌词哈。风中的飞哈。咱听起来，敢那这歌名就是话诗意啊咧。哦，咱一般台语歌曲过去吼，无得流浪啦、悲哀啦，啊，但是我这首我要做有挂诗的感觉啦。哦，第一句就讲五月的风微微微微吹，风中有阮写的长批。风中哦，这嘛是意象化个。嗯，风中有阮写的长批。嗯。句句拢是阮的心内话，每一句拢是我的心内话啦吼。唔知何时飘上你心底，唔知即阵我咧飞伫风中咧飞咧，当时再飞到你的心底啦吼。哦，啊，过来即阵飞咧飞来飞去，啊，就吹过山顶，吹过小溪，嘿，哦，请你唔通笑阮太痴迷，哦，我咧作痴迷啊，啊，即个我对你有即个爱意咧吼，哦，啊，但是。哎呀，你莫讲，讲我伤痴迷啦吼！我来做我应该做的代志啊。风中的告别，我永远无后悔。我这张片是伫风中来，借着风来传一条片，我来甲你告别，和我心内对你爱慕的意念，拢唔敢讲咧吼。啊，今仔日就鼓起勇气啦吼，啊来写这张片吼，我绝对无后悔啦吼。啊，过来，我五芒是安怎呢？何时会当接到你的回片？哦，安尼我从头阁念一届吼。嘿。五月的风微微微微吹。嗯。风中有阮写的一张批。嗯。句句拢是阮的心内话。嗯。唔知何时飘上你心底。嗯。吹过山顶，吹过小溪。嗯。请你唔通笑阮太痴迷。嗯。风中的告别，阮永远无后悔。嗯。何时会当接到你的回拨？嗯，这一首歌呢？我想要问李老师，
当初写这首动机是什么缘由？比如讲是以前你有一个感情的事件啦，这唔使使讲无。我这风中的飞吼，事实是每个人，又是少男少女啦，哎，成长吼，难免你心里会有一个偶像啦，吼，哇，了，卖讲单恋啊，了讲哇，咱了。像咱讲的追星族嘞吼，你把它当作偶像吼啊，但是你规个刚去讲诶，拢嘛无法追啊。是，啊，咱是讲个模拟那个情境啊吼。过去咱少年妈妈啊，暗思乱摸摸人嘞，哦，有一个查某囡仔哦，含了真圆啊，感觉真水，啊，蛮这个思乱，啊，不过都唔敢表现啊。今仔是吼，我来鼓起勇气吼，把迄情境都写出来，我相信。我讲出很多少男少女的心声啦，这成长的必然阶段，他心内一定有一挂伊较介意的人吼，啊难免有当个想啦，啊但是，我讲啊，你也想吼，做个想个，这是。所以这首歌阁是另外一种无同曲风的，无同曲风，有别天伦梦甲美啊真古锥吼，啊除了那三首，李老师你阁有做其他的歌无？我在民国。六十一年哈，做兵的时阵哈，留下第一条歌，叫我无罪啊哈，在差七年前哈，有发表了，迄当中我都要退休啊，我有拜托一个我的朋友凡人先生啊，一本萨克斯风啦，哦，台中的凡人，啊，我先甲大家讲哦，点击率讲超过10万啊，要十二万啊，你看我讲，哎呦，嘛是有人去听嘞吼。啊，这是我第一首歌，啊，这首歌已经有将曲甲编出来了吗？有，啊，嘛有唱出来。好安尼哦。啊，嘛有用萨克斯演奏，拢是 YouTube， 拢有听到。嘿，这是我的第一首歌啦。我无醉啦哈。我无醉安尼。啊，刚有歌星客去唱。我有请一个陈秀云陈小姐哈，伊来唱这条歌。哦好。这是我的第一首歌，民国61年啦哈。我无醉这首歌哈。已经有铺在咱 YouTube 了哈，咱听众朋友会使上 YouTube 哈来搜寻《我无罪》，有几个版本，一个是凡人本的，一个是陈秀云唱的，确实真好听，我听了嘛足感动。安尼哦，安尼李老师，我给你建议哈，你爱当 YouTube 顶头放个伴奏音乐啦，因为若要分萨克斯风的，还是要分皮纳的，什么会吼，会当来分这条歌。对，这条歌。你爱听。所以，这主持人这足好的建议，我过年来无想到，我家也伴奏吼。啊，那同时啊，各种调性，各种调性爱跟起。大家讲，你若要用伴奏要分，有法度来呢。对。哦，这真好的建议，真好的建议。我确实主持人是专业啦，所以我含陈洋洋哈配合了真好。所以希望咱的美啊真古锥以后吼，搁像风中的飞吼，我希望吼能够呢得到广大听众的注意加点播，希望大家含洋洋啊个共同努力啊，希望咱主持人哦来搞人杀一个那个对啦。好啊，节目最后吼，咱来听一首李老师所作的这条美啊真古锥这条歌，好，咱的听众朋友这位来欣赏一下好不好？好，来。嘛，感谢李老师搞节目当中吼，来讲解伊作词作曲的过程，感谢你，谢谢。谢谢。时间过得真紧，短短60分钟，真紧特别过去。今日介绍了台中市五车区大庄社区所举办的国际志工日，何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志工到社区来从事社区的服务，不但会当服务到社区的民众，嘛做了真好的国民外交。或者国外朋友会当感受到咱台湾人的人情味，以及台湾的美食。另外嘛，邀请到作词作曲家李志忠老师到节目当中，甲大家分享到伊创作的歌曲。虽然伊年岁较济，但是人讲人生70才开始。李老师当咧伫伊新的人生路途中，创作歌曲来娱乐大家。希望伫未来。伊会当有更加多的作品来分享哦，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希望今仔日的节目内容你会介意。听众朋友嘛，使透过咱的节目社区网上加 FB 脸书，甲何恩做双方互动的交流。希望听众朋友和何恩一挂建议甲鼓励。节目最后，咱做伙来欣赏一首由心灵歌手陈洋洋。为大家所带来这首，也是李志忠老师为家己的查某孙啊所作词作曲的歌曲《美啊真古锥》。
祝福每一位当然努力拍拼的听众朋友，今天每一件事项都顺利，也祝福当然进入梦乡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甜蜜的美梦。下礼拜五暗时翻点正，请准时收听由何恩为你制作主持的社区梦想家，再会。经过